脾气太倔了。我说我喜欢你。这些话你已经说了第25次了。我看得出来，你是喜欢我。拜拜。这气死我了！出去。干什么你？别报警。听说有人深夜骚扰男性邻居。你吃就是了。你要是吃东西再发出声音，我……啊！嗯嗯，好吃。幼不幼稚啊？啊！你是故意的吧？鸡汤好难喝，过来，跟我走。怎么，你爱上我？废物！来，歇会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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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劲儿真大。